来，到这儿来啊，咱们挨着。你喜欢背诗，还喜欢圆周率，还喜欢啥？小九九，小九九，咱们先背个乘法口诀吧，行不行？一九九九，二六七二，三六七八，三九得九，他三九怎么了？三六十八是不是？那六三呢？哎，六三没有六三，没有六三哈。对，六六三是叫别的数字就错了。啊，就是到一直到六六三十六就没其他数了。就三个六。特别成功啊，非常好。来，接着问啊，是不是还会背很多古诗呀？对。啊，一会儿你和这个哥哥，你们两个一人背一首。一会儿我们屏幕上会出来一些题，指什么你就背什么。嗯。你先挑，李诞。我这一个都不会。这什么玩意儿都是？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总得会吧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。对。数风流人物。什么数风流人物？你说的这是《金人春雪》啊，现在说的是《念奴娇》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游戏。大江东去。淘尽仙都风流人物，杜垒西边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，乱石穿通惊涛拍岸，原始千堆雪，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，遥想东土当年小乔出下轿，雄鹰发羽散端金，谈笑间降五虽被斩灭，渡过仙游多情烟笑我，大声耍法人生如梦，一尊还北江月。真的假的？